州大学文献讲堂。我们在入口处有放置高雄市立美术馆特展的相关文宣及票券，而今天高美馆的馆长也有莅临我们的现场。那稍后我们会请蒋勋老师再做更详细的介绍，有兴趣的来宾都可以在门口自由索取。现在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陈文茜陈老师以及蒋勋蒋老师。各位同学好，我们前面坐了这么多同学，你们辛苦了啊。OK， 如果你们很累，可以站起来跳舞。后面的人同意吗 ？OK， good。如果你们坐得非常非常累 ，you can stand up and dance， 然后蒋勋会对你跳舞，他会非常爽，蒋老师对吗 ？OK， 好。我刚跟蒋老师说好，他要来讲美学大师。那很多人谈美，谈到一想到说蒋老师要来讲一些东西，第一个就是朗诵诗，古典的。但是我跟他说，我们来玩一个新的游戏。今天呢，我的角色，我是那个电动玩具的控制者，他是电动玩具，对不对？然后我就。你就动一下，然后你就自己开始讲话，然后等你把你的 PowerPoint 讲完，我们再来对话，可以吗 ？OK， 等一下。喂，我还没有 on， 你怎么就开始自己动起来？人工智慧超出人的控制范围，这样。OK， 谢谢蒋老师，我们所有的人给他掌声。谢谢。我是不是要有那个 PowerPoint？我们是不是把前面的舞台灯稍微按一下？美从身体的自信开始。因为今天早上我又去了高雄美术馆，那个高美馆的馆长李玉玲在这里。上次去是一个礼拜以前，可是今天迫不及待又去，就把林怀民也带去了，他看了也好兴奋，就是。台湾很少看到一个展览就是碰触身体这个问题。那一进门的大厅就是罗丹非常有名的这个吻，那一个真正摆雕塑的好的方法，你可以从四面看，看到背面觉得背面应该没有正面好看，就完全错误，因为那个罗丹的那个人体的背面全部是肌肉在纠结，就是当他在那个情欲的拥抱当中的时候，他所有的背部的细节全部出来。那我很感慨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一直对身体很感兴趣，可是我觉得好遗憾，就是在儒家的文化里，我们身体其实一直在缺席，就是我长大的过程里，我好像没有好好认识过自己的身体，然后在发育的过程里面有好多的害怕跟恐惧，也不知道要跟谁谈。因为我问妈妈说我从哪里生的，她就从这里生的，然后我一直相信了很久，就是 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一个很奇怪的压抑恐惧或者是故意的隐藏当中，你从来没有好好的认识自己的身体。而这个身体大概我们在校园里看到就是孔子像，然后外面看到一些很老很老的政治人物的像，然后在我小时候有时候跟妈妈看戏，我们看到舞台上的那个优雅跟漂亮。今天魏海敏在这边，我想他很了解，因为这几年我看魏海敏的戏的时候，我想他们想触碰一些东西，比如说《红楼二游》，比如说张爱玲小说里的女性有一种泼辣出来了。可是过去舞台上你几乎看到大部分就是优雅的不得了，每一个水就是漂亮的不得了。那个身段我必须说我非常尊敬那个东西，可是它跟我发育以后的身体格格不入，因为我的恐惧焦虑彷徨完全找不到榜样。所以我觉得我是不是出了问题，因为为什么我看到所有身体的典范这么典雅，可是
我的身体是不一样的，是有很多有时候在纠缠，所以最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现象？我想我那个年龄，我们那一代，我们带到中学以后，我们就认同了猫王啊 Beatles， 我们认同了 Andy Warhol， 我们在那些艺术当中看到那个身体的解放啊，身体的解放。所以这一次其实我原来的句子是说，每从身体的解严开始啊，不用解严，我不是用自信，那这篇文章在联合报有发表。那我用解严是说，如果1980年代后期台湾解严是政治解严、社会解严，我还是要问我们的身体是不是解严，我们身体是不是能够勇敢而诚实的面对它应该要面对的问题。一个社会里面会去传很多很不道德的偷拍来的DVD， 可是大家觉得那是理所当然。可是我觉得是为什么对身体会有这么大的偷窥的欲望，可是又不敢正面去面对它。那过去我们在东海美术系，我们有模特儿的课，那模特儿课是必修的，它可能一个礼拜有8个小时，然后你就会发现美术系的课平常都没有人来看，可是只要到那一天，闲杂人等就在那边绕来绕去，然后你就跟他说你要不要进来参观，他说哦 no 我不要看，他就走了。我这样讲的原因是说，我们的身体好奇怪，我们身体有好大的好奇想要去碰，可是正面性的触碰他又很怕。那这一次在高雄美术馆看这些展览的时候，我觉得我忽然感觉到那个身体其实是有一个漫长的功课的。所以我如果文倩等一下按一下，我就变成AI 智慧的控制者。我要给大家看几个图片，就不同的几个老民族的身体的状态。比如说埃及，我们大概从5000年前就看到埃及的身体做到可能到屋顶那么高，在大英博物馆，在 Metropolitan 你都看得到。然后那个身体用花岗岩，非常硬的花岗岩，抵抗所有的毁灭性的坚硬度，然后做出来身体，两个手是贴在身体两边的，然后可能一个脚在前一个脚在后，完全是中轴线，就是端正庄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它就是金字塔，就是埃及金字塔的中轴线严格的放在一个身体里面。我想埃及人在身体里一直在探讨说，我能不能超越死亡？这个像他是要度过死亡去复活的，所以他战战兢兢，不敢掉以轻心。那我们现在影响最大的其实不是埃及，是希腊。大家可以看到希腊最了不起，比如我们到罗浮宫，三件镇馆之宝，那大家很难讲出来为什么维纳斯镇馆之宝还没有两个手。大家可以看，如果你从埃及看下来，希腊是第一个没有中轴线的身体，可以感觉吗？因为它重心放在一个脚上，所以另外一个脚是休息的状态。这是希腊给全世界的礼物，因为埃及只会立正，到希腊可以休息了。可是这个休息是脊椎出现了一个弯曲度，那它跟希腊的一个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运动。这个是大概公元前5世纪左右希腊最典范性的东西，大概欧洲的美术教科书都会有这件作品。它在雅典博物馆，国立雅典博物馆，放在一个大厅，周边什么都没有，因为任何东西放在它前面就会好像被它打掉，它有个大的气场，好大的磁场，然后大概将近2公尺高的这个比例。我就发现世界各国来的观光客在围绕他在看的时候，都在摸自己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啊，比如我就发现，哎，我这边肉多了一点，然后它变成了今天全世界身体的一个标准本啊，因为他在运动当中，他左手向前，他的标枪要射出去，他指的是他要标枪要落点的那个地方。那有人认为他是宙斯，有人认为他是 Poseidon。是神话故事，可是其实不重要，就是运动里面每4年在一起，我的身体要达到极度完美啊，极度完美的那个状态。
那这是我们一般讲的就是这个希腊雕刻的一个最极盛的时期。大家有没有发现他的胸肌腹肌都是现在所有健身的榜样，所以健身房一定叫希腊名字亚历山大之类的，你变成孔子健身房大概没有人去了。可是为什么东方没有一个名字可以做健身房？那么因为希腊给了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你今天所有向往的一个标准。可是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世界上今天希腊的身体考了第一名，给了所有全世界，连美术系画石膏像全部是希腊，我们身体没有第二个榜样。可这几年有一点改变，在伦敦纽约大城市感觉到用希腊名字命名的健身房慢慢式微，可能要倒店了，而起来是一个代替它的瑜伽，就是印度的东西起来了。那大家可以看到印度的身体是完全不一样的，印度的身体有非常大的脊椎的偏侧，这个动作其实很多人都警告说你不要随便学，因为可能回不来了，因为它上身跟下身做极度的扭曲。那这个在印度舞蹈里面非常漂亮，我在以前新舞台看到好几次印度的舞蹈，就是出来以后它那个真的像瑜伽，它有的时候是单脚，然后慢慢它动作非常非常慢，可是它延展到你最后完全惊讶说怎么可以这样子。那我想大家知道它对中国影响非常大，敦煌里面的东西全是印度来的，然后来在戏剧里面很多的手指动作腰部的动作其实跟印度是有关，就是曲线的柔软的啊，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我觉得大家在21世纪可以慢慢观察印度跟希腊的身体如何慢慢要取得一个平衡。那希腊的身体是肌肉的，是肌肉的，爆发力非常强的，是外观可以看到的。然后印度的身体是内在的呼跟吸，是内在的呼吸，是延长的，是一个比较内在的气的流动。那个我们广义也说东方的某一种美学跟身体，那它常常让你感觉到说希腊身体的那个强有点像最后他们历史上的33岁去世的亚历山大帝，年轻漂亮一切都是到巅峰，可33岁就死掉了。可东方最后希望在时间里面有一个更为细水长流的东西，可以通过所有的短暂的赢，赢有两种，有一种是暂时的赢，有一种是在时间里面慢慢慢慢酝酿出来的一个力量。那其实我想这个印度你可以看到更明显，我一直强调说你不要随便学这个动作，因为其实常常就错了腰，那个气都闪不过来。那像现在像云门舞集的舞者学的太极导引其实也是从这个系统下来的，就他们有很多柔软的东西。那过去从芭蕾从马赛克兰姆技巧都是西方的，那后来发现东方的东西在芭蕾往上跳跃的同时它有一个是往下沉下来的东西。那芭蕾一直在追求对抗地心引力，可是你看到像水月云门的东西它就是沉下来。然后我们就想起蹲马步，我们所有的武术大概都从蹲马步开始，就是下盘稳，下盘要稳。所以这里面就看到不同的文化对身体的诠释如此不同。可是下面我觉得我刚刚提到儒家其实身体是非常非常缺席的，这个缺席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比如说你走进故宫千山万水你看不到几个人，如果有人人画得好小好小，完全没有办法像刚才那个希腊张开来的那个身体。所以为什么我们身体没有榜样，因为好的身体像秦俑出土的时候把我们吓了一大跳，第一次公布7000件184公分我就兴奋得不得了。我飞到日本看到西武百货展出的2件秦俑，那种写实度也觉得，过去我讲中国的人像缺席也许不完全正确，可是后来我觉得我没有完全错，因为大家知道这些东西都叫俑，它是陪葬品，正常的状况它是不会被看到，全部在地底下，它是一个象征着
主人在另外一个世界还要驱使奴役的一些魂魄，一些兵士的魂魄。他并不是在广场上，他并不是在美术馆，他并不在光天化日之下，他被发现是意外。所以因此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因此我们的身体真的一直没有被鼓励从那个阴暗的幽灵世界走出来啊，像埃及，像希腊，像印度，印度的卡吉拉霍整个一个神庙上全是身体的性，他可以这么大胆在日光里面去表达那个性的愉悦，身体的性的愉悦，这么直接的。可是我们的文化里大概从来不敢想象有这个部分。所以如果这一次大家去高美馆，因为今天我也会放高美馆现在正在展的身体的局部，可是有一些作品没有办法在这里展出，一方面泰德也没有授权这些版权。可是如果你到现场，真的，我很喜欢在那边看每个人走到那个像前面的表情，就这么巨大的裸体，不管是男性或女性，这么细节的描写身体每一个部位，那会让人震撼。而那个震撼是让你觉得，我们到今天我们的社会里对身体的缺席的问题，我也会问自己说，不只说我到美术馆去看，是说我自己在我的浴室里，我好像都没有太多机会在镜子里面对自己的裸体。其实很奇怪，就会你会自动会避开。那我想身体的功课其实是要自己去做的，所以我的感觉说，不只是在高美馆看作品，是说回去面对这个身体，不管是任何一个年龄的身体，他跟自己在一起这么久，我能够对这个身体有更大的关心或爱吗？一个晚上坐在吃晚餐，到最后觉得很荒凉，那个荒凉是说，好像谈身体的时候都是因为他病了，这个人讲他的糖尿病，那个人讲他的高血压，一个晚上在饭桌上讲到身体全部是因为病。那如果我们有另外一个角度，说我身体的美，我身体的愉悦，我身体的追求，我身体的向往，会不会不太一样？好，所以我想埃及、希腊、印度到中国，那四个古文明当中，我们看到影响我们很大的这个儒家文化里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新的身体的功课要来做？那秦俑之后其实有一个陵被挖出来，就是杨陵。如果你现在飞机飞到西安，就是后来新挖出来盖机场的时候挖出来，发现汉景帝的杨陵。他作品没有那么大，没有184公分高，没有像秦俑这么巨大威严。他让我很惊讶的是他的笑容，然后这样的笑容在秦俑里几乎也看不到。然后这是佛教进来之前本土第一次好像懂得微笑这件事。那他给我的感动在这里，就是说如果心里没有喜悦，脸上不会有微笑，而这个微笑是非常喜悦的，非常满足的。那是我们讲的文景之治，传说里40年监狱都空了，一个富有，经济富有，政治上安定的时代，而在那个帝王的陵墓当中出现的俑，出现了非常美的笑容。我们后来笑容很多是从印度借来的，像观音脸上的某些笑容从印度借来。可是其实在佛教传入之前，汉景帝的杨陵里面提供了我们非常值得思考，就是如何去表达那个生命在喜悦里面的那种祥和啊，那种愉悦感的东西。好，下面我们就看到我们要做这个功课，而这个功课多么困难，因为我们几乎没有身体的故事了。有身体的画面是因为有身体的故事，所以像这一次高美馆进去，你大概第一件看到的雷顿爵士画的一张赛基跟 Eros Eros E-R-O-S，我们翻译成爱神，就是有翅膀那个拿个手弓箭乱射的那个。他其实不完全是爱神，他应该是情欲之神，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他射一个箭你就开始不得了了，全身骚动，因为你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欲望这么骚动，然后你大概就要做一些事了。所以 Eros 不等于
爱，它其实是情欲，可是大概当时翻译也就觉得翻成爱比较好吧，因为对这个文化来讲，只要讲到欲都有一点贬低的作用。那这个故事是在讲，对不起，等一下 ，Eros 他老是射别人，他有时候很顽皮，他也射他妈妈维纳斯，然后妈妈就去爱人，这样子就要找人去发生性的关系。他有一次看到了人间非常美的一个美女，叫赛琪，他觉得哇这么美，他就射自己一箭，他就每天去找赛琪。好，注意赛琪这个字是我们现在心理学这个字的字根。然后他们在一起的关系很好，可是又有一点神秘，又有一点暧昧。然后这个美丽的少女就一直在好像忐忑不安。好，我现在要讲的是说，所有在恋爱中，第一次恋爱中的女性大概都忐忑不安，因为那个幸福对她来讲她无法捉摸。其实很好，他们日子过得很好，可是他就觉得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会不会是梦。所以有一天他就想说，他睡着了，我来偷看一下。他就拿着热的油灯去看，他一照到这么美的一个少年的身体，就那个热油就把 Eros 烫醒。 Eros 说，你记不记得我以前跟你讲过，当你心中有怀疑的时候你会失去我，他就飞走了。然后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我们知道后来心理的这个字说，我们所有的症结是自己心里面的症结，其实有时候跟对方不见得有关。我们所有的忐忑不安，就是即使你在最大的爱的幸福里，你还是忐忑不安。那我想，我很希望大家如果这一次去高美馆看那个赛基的那个身体，你会想到这个故事的背后很有趣，就是希腊一直用这个故事在讲身体本身的各种的脆弱性。它真的是一个很脆弱的身体，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很强，其实我们一点点没有事情发生，你就开始怀疑，你就开始疑虑，然后你就自己把自己搞到最后，最美的幸福就飞走。所以卡诺瓦做过这个在罗浮宫非常美的一件作品，所有人都在那哇赞叹。可是我想那个赛基抬头去用双手勾着 Eros， 其实他要飞走了，是那个刹那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个也是，所以你走进罗浮宫，你会发现希腊神话一直成为西方美术的身体功课，所以跟我们故宫千山万水差别多大。就你走进去，你就发现全部在做身体的功课，不断地告诉你这个身体里面各种的愉悦、焦虑、恐慌、患得患失，都在讲身体。所以如果从罗浮宫出来，你的身体做了这个功课以后，回到现实社会里面，其实你会有很多你对自己身体的反省跟检查。可是我们真的没有，我们看到就是孔子像，那我也不知道他跟我的焦虑怎么连接在一起。好，我想这里面我们今天就试试看用希腊的身体功课来讲。比如说我想大家都知道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很同情人类，觉得人类不知道用火，活在寒冷生食的那种状态。然后他是神，他就想火只有神可以拥有吗？能不能把火种带到人间去？普罗米修斯就把火带到了人间，受到了诸神惩罚，所以他锁在一个岩壁上，每天有老鹰来撕开他的胸膛，把他所有的肝肺全部吃掉。最痛苦的是夜晚全部都长好，第二天再次受这个酷刑。我们在罗浮宫看到一再重复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我想年轻朋友在电玩里也有普罗米修斯，好莱坞的电影最近也拍了普罗米修斯，他们一直在讲这个故事。就是说你会不会为了你自己的某一个梦想，就是要受这么大的酷刑的？那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一个身体的功课。那这个身体的功课不是儒家可能只是一个字说如履薄冰什么之类的，因为那个东西太抽象，它必须很具体的有一个身体。你可以看到那个鹰嘴把它的肝部的肝脏外面的表皮撕开以后，它要啄它的内脏，那这是非常直接的一个视觉上就让你震撼的东西。好，这个也是一张画，
老鹰飞下来，然后锁在这边的普罗米修斯，他的胸膛整个要被撕裂开来。那我想这个是真正的身体功课，而这个身体功课是在西方可能从小学甚至小学更早的幼稚园就带进罗浮宫，不断在视觉上看这些身体，然后用这些身体作为他成长过程里面一个一个功课的榜样。那如果我们只有孔子，如果我们只有以前仁爱路的于右任，或者哪里的吴志辉，他都是很老的，而且就是比较道德典范的，你大概只能想到他讲过的某一个励志的句子，而不是身体本身。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到西方的城市，我们就很感动，是一个身体可以占据那个广场，让那个广场整个有活力。可是我们到现在，我们城市的空间的广场还是没有这个力量。好，那个身体的力量应该，我常在想，台湾能不能有一个身体在仁爱路的圆环，那重新让年轻一代走过去的时候就觉得你不能驼背，因为它这么昂扬，它这么意气风发。那西方的城市其实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榜样性的东西。普罗米修斯，你可以看到21世纪他们还在做普罗米修斯，而且是用大众的电玩各方面都影响到所有的年轻人，所以普罗米修斯没有死掉，普罗米修斯继续是一个充满了正义同情的战士，而最后他必然受酷刑。那这个是我相信他在整个教育里面发生了多么大的影响力。这个故事我想很多知道，因为我很喜欢跟大学生，尤其以前东海大一新生，我都跟他们讲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大一大概男的都是 Narcissus， 女的都是 Echo。 那这个故事很简单，就是 Echo 是一个女神，然后很美，可是她很倒霉，她爱上了一个大一新生 Narcissus。 那 Narcissus 是美到不得了的一个美少年，你校园里面一定有这种大一男生，然后他永远看不到别人，只看到自己。有一天他在水里看到倒影，他说：“哇，世界上怎么有这么美的人？”然后就变成一株水仙花了。你知道水仙花情节从这里来的。那现在西方也常常在心理学还在讲那其实是这个字。那 Echo 他的爱情的受伤，就使他可能从亚洲大学校园一直退到不要被别人看到的地方，最后躲在一个山洞。你对着山洞讲话，只听到回声 echo。 那我还是要讲，这样的故事可以发生在希腊2000年前，它也可以遍布在我们校园当中。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校园其实很多的 Narcissus 跟 echo， 就他们各自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在纠缠，阴暗的、忧伤的、很文青，然后他们的某一种自恋跟打不开的那个身体。我在想，如果今天 Echo 他就一把把那个亚瑟的头发抓下来，说：“你别看你自己，你看我好不好？”说不定就改变那个故事的内容。可是希腊了不起，就他的故事里、神话故事里，一直有人的身体功课要你做，各种的身体功课。我相信，大概青少年的时候都很容易变成亚瑟跟 Echo， 非常容易变成这样的。他没有对错的问题。他就是那个年龄的某一种自恋跟梦幻的部分，那也许慢慢他就变成米蒂啊，变成其他的那种泼辣的个性会出来。可是大概17、18岁恐怕都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而这个东西大概在西方的美术史上一直被处理，一直在被画。那所以我就觉得，我1972年刚到巴黎，我最大的感慨，走完罗浮宫以后，怎么跟我在台北故宫上的功课是这么不一样？那个身体一直在撞击你，因为你从来没想过身体是可以讲这么多故事。那我有一点怪孔子了，因为子不语怪力乱神。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神话，我们也没有什么哈利波特，也没有魔戒，我们到最后就变成很务实，而那个务实到最后变成非常功利，非常目的性，然后很年轻就老掉了，就是大家现在常常看到的句子，说有人30岁就死了，等到80岁才埋葬。那样的生命让你感觉到的某一种哀伤，就是甚至可能比30岁更早就死了。
然后等到80岁、90岁才埋葬。那这个时候我们会询问很多，我的身体里面有多少想要打开的某一种东西。好，这个也是Narcissus跟 Echo、啊、所以表达的方式都不一样。那个忧伤的最后有一点自闭跟忧郁症的女性，跟一个永远陶醉在自恋世界的一个青少年，他就是一直在讲这样的故事。我像这样的故事是讲不完的、啊、你一直可以。我现在走过一个大学校园，三月在一个开满了杜鹃花的校园，看到一个女孩子拿着那个杜鹃花排一个什么 Peter 或 John，你就知道他大概就是 Echo 了，他要往 Echo 的那个世界走。可是希腊神话有趣，他并不觉得那是一个结论，它是一个过程。我们这身体的某一个过程会是 Echo 或者 Narcissus， 然后慢慢他会有不同的功课来做。好， Icarus 是我的英雄。那这一次高美馆也有 Icarus 的作品，有雕塑也有绘画。那我一直喜欢这个故事，所以我从小读希腊神话就感觉一种好大的感动。跟他的爸爸关在一个小岛上，然后要被活活的饿死，逃不掉，被囚禁在小岛上。他爸爸是一个手工非常巧的，就拿落下来的很多鸟的羽毛，用蜂蜡去粘合，做了四个翅膀。两个他自己用，两个就给这个孩子伊卡鲁大概才十几岁吧，一个青少年，然后要飞起来，说我们可以逃出去了。那爸爸就一直叮咛伊卡鲁斯说，你不可以飞太高，因为你的翅膀的羽毛是用那个蜂蜡粘在一起，它碰到热会融化，你飞太高，阳光太热，那个蜡融化，你就会摔死。可是大家知道，我们踩了摩托车油门的时候，爸爸在后面说不要骑太快，大概没有人听到，啪一下就飙车出去。就伊卡鲁斯在讲某一个年龄的时候，他明明知道他的翅膀要融化到最后摔死，可他就是要高高飞起。因为那个高高飞起就像我们现在玩高空弹跳，我到这个年龄还很想去玩，医生说你千万别乱搞，可是你觉得那个身体挑战某一个极限的时候的那种快乐，那种说不出来的一种，因为人的身体最大的愉悦的确是在冒险当中，在很大的危险当中形成的。那这个身体越飞越高，越飞越高，觉得那个阳光这么漂亮，所有的海藻在底下这么渺小，他根本已经忘掉那个蜡在融化，他最后摔死了。可是在希腊神话里，卡鲁斯在所有的建筑物的屋顶上常常有伊卡鲁斯在坠落，伊卡鲁斯的坠落。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可以在西方的博物馆，你可以看到一个房间里面常常出现好几个伊卡鲁斯的故事。这是高美馆这次展出的，这是伊卡鲁斯掉下来，这是他的右边翅膀、左边翅膀，然后所有的女神来哀悼他，就是哀悼他的坠落跟死亡，所谓的悲剧英雄。那我们是不会歌颂这样的生命的，因为如果我是Icarus，我早就被打死了，因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你哪里敢这样违反父亲的命令就飞到这么高。所以你可以看到两个故事可能决定了两个不同文化里年轻人的身体的状态，就是这个身体能不能够高高的飞起来，能不能够去追求他自己想要的东西，即使在危险当中。这是我在网站上最近找到，因为 Icarus 掉下来那个地方是一个小岛，所以那个小岛到现在还叫 Icarus， 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然后这个小岛上年轻人就用涂鸦的方式做了 Icarus， 看得出来吗？就是那个翅膀要摔死，多棒！如果亚洲大学校园有这样的一个图像，你会感觉到他鼓励的东西是多么动人的东西，就是那个要渴望飞起来的那个年轻身体，十几岁，他就是要飞起来，他想证明自己的速度，想证明自己可以飞到更高。那他其实是不计后果的，所有计后果的梦想都不叫梦想，先把所有后果都计算清楚，其实都不叫梦想。所以我想那是
我在欧洲读书的时候，其实最震撼我的东西，也知道自己身上最缺乏的东西，因为我讲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步步为营，都是在功利的目的的计算当中，没有危险性。好，所以今天李怀民早上去看的时候，就看到那个高美馆墙上有那个不合洞，就超现实主义的一个诗人的一句话，他说美如果不让你抽搐痉挛不叫美。我们很不敢讲这句话，抽搐居然就胃都痛起鸡皮疙瘩，他说那个不叫美。我们这美是要在善底下来控制的，所以那个美没有办法让你激动起来。好，所以因此大概也是我这次看这个展览我特别感动的地方，就是觉得没有绝对的对跟错，说不定西方现在要用很多的儒家，很多的 meditation， 东方的禅，说不定可是我想东方在儒家的钳制底下，是不是可以来一次身体的大解放啊，彻底让这个身体打开以后，它有多少的可能性让它出来。所以我最近就在计划要去这个小岛看这个涂鸦，我觉得太棒了。它就是在网络上，年轻人告诉你说伊卡利斯这个岛有这样的一个涂鸦，就是年轻人自己去玩就用喷漆喷出来的一个涂鸦作品啊。 Sisyphus 大家知道，写卡缪异乡人的卡缪，他的论文哲学论文就是写 Sisyphus。 那这个故事很简单，就是也是被神惩罚，被神惩罚，他每天要推一个巨大的石头上山，可是到山顶以后这个石头就会滚下来，他要一再重复这个动作。就卡缪改写了这样的神话故事，说每个人就是 Sisyphus， 我朝九晚五的打卡，每一天在重复做一样的事情，我的生命其实是一个 Sisyphus。 那所以在绘画里我们也看到这个扛着巨石上山的身体也变成另外一个不同的意义，好像他在对抗什么东西，他是对抗他自己接受的那个惩罚，然后日复一日重复在做。我想希腊神话很多日复一日，刚才讲普罗米修斯是日复一日， Sisyphus 也是日复一日，很多的酷刑是不见得像这个推巨石，不见得是一个不得了的大的酷刑，可是因为它一再重复，最后反而变成你觉得好恐怖的一个事情。可是我不晓得，我们大概知道以前台湾的艺术家谢德庆在纽约把自己关在一个小房间，他其实在做这样的警告，就是我们的房子就是囚，把我们关起来，然后他可以出去，门没有锁，可是一个小时以内他必须要回来打一张卡，因为他的作品365天必须每天24小时24个卡，所以你的身体跑到多远你都必须回来。我觉得他在讲我们身体的限制。那个作品非常惊人，他后来做了，在纽约做了三件作品，大概也是我觉得台湾的艺术家在国际上碰身体碰到很精彩。他最后一件作品大家可能知道，他就是把他跟他的爱人 绑在一起365天才能解开那个绳索，我觉得好难好难。可是又想是不是所有的婚姻或爱情关系也多少有一点这样的东西，你不能解开，那又想解开，那个东西自己在冲撞。那这是谢德庆当年在美国的很让大家讨论的几件作品，我觉得里面有希腊神话的这个哲学的意义在里面。 Sisyphus， 我今天我想只是让大家重复看同一个题材有多少种不同角度去做 Sisyphus。 所以也许同学出国，下次出国不管到大英博物馆，到罗浮宫，到 Metropolitan，注意一下，你只要找一个希腊的题材作为你这个夏天的功课，你就做不完。有所有的艺术家就围绕那个东西一直在探讨，然后不断地呈现身体的各种可能性。这是大家知道罗丹最美的作品《Danae》啊，这是他大概最迷恋卡米尔的那个时候，他的学生，一个美丽的少女，跟他相差年龄很大。那雕刻家的极大极大的痛苦是那个身体是
他最爱的身体，可他跟画家又不同，他是 touch， 他是想要触摸的，因为里面有很多是触摸的欲望，想进入的欲望。然后他想到希腊一个神话，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女孩叫丹内，丹内很有，长得很美，然后他的爸爸很奇怪，是个国王，就跑到庙里没事去抽签，然后妈祖就告诉他说，你将来会被你女儿生的儿子杀死。好，这个老爸就吓死了，就觉得这样子我一定要想方设法把丹内关在一个所有男人都不能碰他的地方，所以他一辈子不会怀孕，所以他不会有孩子，所以我也避免死亡。希腊神话你会发现所有人类的设计最后都是失败的，他就把他关在一个密闭的高塔里面，阴暗的高塔，然后那个身体是那个女性的身体，完全被封闭的一个身体。可是大家知道希腊神话里最了不起的神就宙斯，他永远知道美女在哪里，所以有一次宙斯就化成一道光，就从尾椎的地方进到丹内的身体，他就怀孕了。而这个爸爸最后也是被这个孩子杀死，应验了神谕。不晓得，我想每次读到这样的故事你都觉得好动人，可是我觉得罗丹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也在做他自己，多么想渴望进入一个女性的身体，然后里面有这么大的封闭，而这个封闭不见得是堡垒，而是所有道德所有的世俗的捆绑。所以他让卡米尔趴在那个地方，这个作品如果你到罗丹美术馆一定要注意，他那个尾靠的那个地方真漂亮，那个靠是尸体的尸底下一个酒，就是尾椎的最后一段叫靠。其实宙斯是从那边进到大内的身体里面去，他那个作品真是漂亮极了。 你会真的会被感动，就是说这个女性的身体是这样子卷起来的，这样子把自己保护起来的，可是他最后还是被打开了。那好多重的矛盾，到底这个身体渴望永远这样被封闭，还是渴望打开来了？我想这是西方一直在做身体的功课，一直到罗丹，已经距离希腊的这个神话故事这么久的时间，他还是把这个故事用他自己的爱情上的纠缠把它做出来。说到克林姆，这个维也纳画派的画家，他也画了大内，有没有发现他身体也是卷起来的？这边好多金币，那个宙斯变成了金币进到他的身体。所以西方的画家有不同的方向描述大内跟那个光的关系。那有一个在堡垒里被父亲命令说你要看守我的女儿，不要让她有男人接近的，而当天上很多的金光闪闪的金币掉，那个仆人就去抢那个金币，然后宙斯就进到了大内的身体。他有各种在解释人性里的复杂，人性里的纠缠的这些东西。那这是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谈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有多少的社会里面有多少女性的身体其实是封闭起来的，是别人封闭起来还是自己封闭起来我们不知道。可是你光看19世纪这两个艺术家，其实克林姆已经要跨到20世纪了，他们还在用希腊神话来讲达内，讲这个传统的一个神话故事里面的关系。好，这次我们就回到高美馆，这一次里面有豆家，有雷诺瓦，这些在19世纪后半叶印象派当中不断借着女性的身体在进行社会运动。我用社会运动是说他们并不只是为了美，因为当时一个女性在澡盆里洗澡不会被画家随便看到，你如果要在学校里画你就是找一个模特儿。可是豆家他们已经不喜欢太过刻板摆出姿势的模特儿，他们要画真正在生活里的人。可是你会让他画吗？你绝对不可能说我洗澡的时候你就来画吧，根本不可能。所以在当时其实是一个惊人的社会运动，一个革命，甚至展出的时候被别人指指点点。可是他因此也把社会对于女性身体的东西往前推了一步，往前推了一步，就是我们一定要找一个模特摆出一个姿势，那是伪装的。所以我想这次高美馆的作品其实你可以看到西方的
每一个阶段都在解除伪装，让人的身体回到真实的这个状态啊。就是豆荚有很多甚至很不雅的，跨出浴缸以后再擦那个胯下的那个动作，很多这一类的动作。那他就是在对抗学院说，身体不见得都要那么优雅，那身体有时候真的就是蛮尴尬的，就是你跨出浴缸的样子，你擦胯下擦臀部的样子，他都全部画出来了。那已经到了豆荚的后期啊，雷诺瓦是蛮美的，而且他在美当中也有一种享乐的啊，都稍微带一点油脂性那种，那大概跟那个鲁宾斯他们这个系统下来，享乐。今天早上在高美馆，大家还在聊，就觉得你如果比较法国跟英国非常不一样，英国里面有很多女性的压抑跟纠缠，然后也比较保守。那这次其实很难得，如果喜欢文学的人知道，英国非常重要的女性文学的这个开山鼻祖 Virginia Woolf， 她的姐姐这次有一张画来了，所以你就看到说这个展览里面很多很多让我们触动的，就在英国这样的一个女性保守连投票权都没有的社会里，她跟法国这种去歌颂女性的愉悦身体，她的角度也不太一样。可是我还是要讲说，这样的美其实也不太，现在已经不会让我抽搐痉挛，因为她就赏心悦目，赏心悦目很危险，因为很可能这个身体还有下一个功课要做。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看下去，你就会发现西方到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一直在调整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观点。像伯纳画他的最爱的那个女朋友 Marta， 他都是躺在浴缸里，而且切头切尾，你就觉得好像泡在福马林的那个身体一样的感觉。我非常喜欢伯纳，可是注意这三张画已经回英国了，现在看不到，你大概只能看图片。就他常常在画他跟一个女人很私密的关系，非常自己家庭，外面人都无法介入无法参与的，那个也跟画模特儿不一样。然后有时候看着这个女朋友早吃早餐跟猫在一起，那个光都很幽暗。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就他把他的美学限定在一个非常私密的生活当中，没有很大的野心，也不去处理什么伟大的教条社会事件，他就是面对他自己面对的那个女性的关系。很马蒂斯，那一生受各种病痛的折磨，而最后画出最愉悦的女性身体。那我在这里要顺便讲一下，是最近香港展潘玉良，那这个小时候被因为穷困被卖到妓院，后来到法国去读艺术，她是我一直觉得近代中国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女性画家，因为她一直在画她的身体。可是她死掉以后，她的画捐回到安徽，始终没有看到很全貌。那这一次从十月到十二月，一个法国的策展家把所有的潘玉良整理出来，我看到图片我真的吓一大跳。她总是穿一个东方丝绸的睡袍，总是打开，想要打开又想要遮掩，就那个曾经从妓院走出来的一个东方女性的身体，好像一直在询问我的身体是什么。我觉得她将来会是探讨这个儒家文化里东方女性身体里非常重要的一个个案。那也许如果有空，大家这一阵子刚好去香港，可以注意一下这个展，大概到十二月底，展到十二月底。她其实受到很多马蒂斯的影响。那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当代画家，刚去世没有多久 ，Lucien Freud。弗洛伊德，那他的作品，我平常讲，现在大家什么也看不出来，你一定要到现场。他继承林布兰特油画里那个堆叠的那种效果，所以你看到现场的时候，那个大腿里面肌肉全部从一层层的油料堆起来，你大概就会感动。因为绘画有他自己的语言，文学都描绘不出来，他就是肌理啊，那个 texture 的那个东西，还胸部到脖子这一段都是用那个肌理在堆。那他这件作品很大很大，现场看非常大，然后后面是很多白白的东西。大家知道画家觉得画坏了不要的就是画布，然后就丢在那边，就在一个像垃圾一样一堆东西。
然后有一天他就很想让他要画的女性的裸体跟这个东西发生了关系。我不晓得，我觉得这张画一直给我一个好像很隐喻的东西，就我们身体一直在修正自己，就像画家一直在改他那张画，然后有多少次错误，多少次从 Echo 变成 Media， 他一直在调整自己，在修正自己，不见得是修正，他就是改变。人的一生大概都在改变自己的身体，那如同那个一张一张自己觉得画坏了的画布丢在那边的画布，然后构成的最后连接出来并没有一个结论，没有说你修改了这么多次它就一定是好，而是修改了这么多次以后像 Sisyphus 构成了他自己存在的一个价值，就他一直在修正自己的那个身体的状态。好，这是今天我们看最后一张，就是最近正在香港在拍卖他作品，有一张游泳池，好像是底价是70亿港币吧，还没有拍卖完，就是在世画家最高价的拍卖底价。那 Hockney 大概在1970前后他就一直以同志题材为主题，所以你看他这一套版画不止这一张，他是一组，然后你就有一种感慨，就是说今天台湾可能对同志平权的问题挣扎焦虑，各种的扭曲的东西，可是 Hockney 大概在1970-80的时候他跟他爱人的关系变成整组的作品，所以里面不只是有床上的，有在一起吃早餐的，一起参加社交生活，就一组，就是同志生活对他来讲跟一般人生活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你看那一套版画，也许看到刚才我们说身体是一个社会运动，而这个身体怎么样在这个社会运动当中扮演每个阶段性的角色。那大家到现场会看到，我不敢拿到这里来放的，那比雷诺瓦的画的那个裸女要大好几倍的一个男人，全部身上都是毛，然后你看到你就会简直真的抽搐痉挛。可是那一个女画家说，为什么一直男人在画女人，女人不能画男人吗？就是女性的身体一直是一个愉悦男性的东西。那可是今天反过来，20世纪、21世纪，女性可以变成一个主导的观点吗？然后她就叫这样一个美丽的男人躺在那边欣赏身上的每一根体毛。哦，那张画的体毛真是我看过最让我震惊的，这么巨细靡遗的把体毛这样画出来。那我想大家应该到现场看，因为它的巨大性跟它所有的视觉呈现，我觉得用画片来看其实很可惜。所以我们现在整个社会里面讲性平权各方面问题，我觉得艺术应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也许它可以帮助大家每个阶段每个阶段做身体的功课。而那个身体的功课，不晓得我刚刚讲到魏海敏那么好的演员在舞台上渴望把自己的身体要从古典的方式变下来，因为你读张爱玲你会感觉到那个曹七巧真惊人，那个身体，那张爱玲写的多好，就是那个她后来吸鸦片那个身体整个干瘦，所以她身上带着银的镯子，然后她跟人家吵架的时候那个镯子一推就推到腋窝，注意那是文学描写，可是你就感觉到那个文学描写把一个曹七角这样的一个女性的身体那种苍凉跟那种野全部表达出来。她最后要她儿子吃鸦片，因为她不要他走掉，然后用控制他的儿子控制整个家族的家产，那是我想文学里面非常惊人的一个女性。可是舞台上怎么样子更泼辣的让她出来，或者《红楼二游》，其实大家读《红楼梦》的时候都看到那个尤三姐简直惊人，因为那些男人要玩她，而且是不同辈分的贾家的男人要来玩她，而最后她就灌他们酒，然后把他的整个的胸口全部拉开，让他们看到他的不敢逼视的胸口。然后曹雪芹讲了一句惊人的话，说不像是男人来嫖他，他倒是嫖了男人。可是那个是近代文化里非常大的一个反制，就是对于性别的主从重新提醒大家的反省。所以优雅典雅可能他会受到颠覆，
而在这个颠覆当中，才有身体的功课要陆续的做下去。我想人类总是整理出一个典雅的身体，最后又颠覆它，然后再从颠覆的混乱当中再整理一个典雅。其实文明是这样走下来的，可是不颠覆呢？不颠覆那个身体恐怕会变假的，就是一个伪装的身体，所以它没有真实性，它也不会感人。那我想，尤其是对年轻的朋友，你有好长好长的身体功课可以做，啊，是 echo， 是 narcissus， 然后慢慢一步一步的走到哪里去？我想每一个人现在都不会知道自己的结论。那甚至我今天走到这个年龄，我还是不知道我的身体结论可能是什么。所以过了70岁，我叫我的那个学生，就上次在亚大展览那个《金刚经》的那个 Nick， 我叫他再帮我刻一个印，因为我60岁，他帮我刻了一个花甲。我跟他说，就刻个从心所欲吧，可是不要不逾矩，这三个字不要。我还是蛮想跨一跨那个规矩，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规矩太多了。我觉得如果能够挑战一下那个规矩，这个身体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出来？我不知道。我有朋友像文健在旁边，我就一点都不怕，因为他比我更不守规矩。可以关了。谢谢。谢谢你，艾薇。啊，你的坐姿太好了，不要守规矩啊，脚就直接翘着。来，你们前面的人要不要站起来动一下？站起来 ，stand up。Stand up， 你们坐太久了，脚底都麻掉，所有的人都站起来动一动 ，OK。然后我要坐下来坐一下，因为我们两个坐，你们全部站一下，累的人站起来，然后我们才继续后面20分钟聊天。好，奇怪，怎么坐在前面的老人都不需要伸懒腰，只有珊珊你需要伸懒腰，大家都没有起来伸懒腰，那个老人最需要嘛？Super， 你怎么没有起来伸伸懒腰？我替你的肚子，你跟刚才那个希腊那个男人差很多啊！加油一下，好，谢谢。我们让有一些同学，他们有下一堂课要赶的先，因为他们要听你的演讲。Actually， 他们有下一堂课，让他们先走出去。然后我们大家好好坐下来 ，take a break。江老师，我们来谈一下。就是您提到从埃及站得正正，你从小是会这样站的人吗？啊？啊，埃及那个你的麦克风，埃及站得正正的人。没有，我跟朋友常常讲，我现在视觉意象上最大的一个噩梦是，我们家进了门，正厅挂的是朱子芝加哥烟。哦，你好可怜啊。所以我们大概如果做错事就会跪在那个前面去背，谢谢，就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所以全部在讲规矩。所以我现在不要就不逾矩三个字，是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太多了。我不觉得规矩不好，我是觉得任何一个东西当它太多了以后，它变成一种捆绑，而且不自觉的某一种束缚。我刚才在看你的描述所有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很发笑啊！发笑是我自己内心的发笑，不是对您哈。你第一个，我一辈子从来没有站那么立正过；第二个，我从小的站法，老师，我告诉你，我小学的时候我就叫我这样立正站，很累嘛，对不对啊？那我就是每次都。一会儿站斜的，一会儿站往左斜，一会儿站右斜。那小时候我们家里头有那个，因为李石桥是我外公的好朋友，所以我们家里就有很多画册。我就跟他讲说，我这个是希腊雕像的站法。我觉得是比较印度的。没有，印度是等我后来变丰满以后这样子。就是，所以我才讲说发笑是说，哇，可是你看人家那个希腊身上都还这样子。非常有 muscle， 对不对？那 I never exercise， 所以等到我后来成长以后，就变成印度人这样子，你知道吧？然后我在看你所展示出来的每一个身体，我就会觉得，那这年头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叫我要减胖呢？因为我们就长得都是那个样子啊，对不对 ？OK， 好，
OK， 我回来问蒋老师，其实在这里头你非常强调我们跟身体之间的关系，就跟身体之间的一个解放。那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到他们这个 generation still the issue？ 你知道我上个礼拜六啊录世界周报，我就穿这一件衣服，然后呢你知道录影的时候他是要从袖子里头穿过来，然后夹了一个麦克风嘛，对不对？那我就穿这样 OK。 然后我的制作人今年才四十出头，四十五岁，我是一个六十岁快要六十一岁的老太婆，然后他就走进来跟我说，不好意思，我一定要把你这个地方弄好。我说你在干嘛？他说你这样子会穿帮，这样子，他说我这样子会穿帮啊，所以不这个一定要这个要把它折好，否则会穿帮。我说那倒霉的是观众又不是我，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现在赶快讨论，我现在很仔细看川普怎么处理中美贸易大战，我哪有时间管理怎么穿帮这些事情？那倒霉的是观众啊，因为他看到了是一个六十岁的人，对他来讲是倒霉的，他们不是我嘛，哈。可是我的 professional 不是这件事情，我的 professional 是如何把这个事情说好 ，OK。所以我的问题是说，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到今天根深蒂固，还有人对这件事情那么在乎？你知道，在上个礼拜六我们的世界周报节目播出之后，就真的有几个无聊女子跟无聊男子，或者是有聊女子，有人他们写得很闲呢、啊。他们就打电话给我们的客服，他就说陈小姐她所穿的衣服是我没有办法专心听她讲话。 It's my honor, it's not my fault, OK. It's their fault, not my fault, OK. First, it's their fault, not my fault. 她为什么不专心听人家讲事情？然后这个是关系着世界那么多重要的大事情，有生态农业啊，然后有各种不同的议题啊，她干嘛那么看着我有什么好看的，对不对？我又不是林志玲。第二个，他还可以打电话来给我，表示他注意，他也没有说 disgusting， 没有干嘛，所以 it's my honor 的啊。所以我想请教你的问题，就是什么原因到这个年代 ，it's still the issue。我们现在也很少人像你家这样子，一进去就看一个什么朱子勋啊。我家以前一进去是一个李石桥的画，旁边是有个祖宗牌位。那个祖宗牌位，每一次他们在拜拜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以前有那个蛤蟆，你知道吗？台中的蛤蟆叫灰蛤蟆，叫做灰花壳仔、啊、住台中的人就知道。那后来呢，可能因为我们污染太多了，灰蛤蟆就没有了。有一天我外婆就发现，为什么所有的灰蛤蟆都倒过来，因为它被我吃光了。就是他每个初一十五他在拜祖先，然后我把它吃了，然后把它倒过来，他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今天炒的灰蛤蟆都这么整齐，全部都倒过来，然后翻过来发现所有的肉都没有了。我说，然后他也没有骂我，他就立刻在以后就干脆炒两盘。我就跟他说，所有的祖先都应该懂得照顾后辈，这样对吧，张老师？对，好。我讲完，我跟你讲的道理就是说，为什么到今天这个年代，所有的人对于这些事情还那么在乎？我真的觉得很意外，就是说台湾受到的那个儒家的影响，大到我自己无法想象。那我现在讲的儒家并不是一个论语啊四书，不是那个东西，是说他已经深入到每一个人，比如说一个父母如果跟他孩子讲的每一句话其实都可能是儒家，他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然后现在常常观察我的学生辈，他在跟他的孩子讲话的时候其实还是那个东西。所以那个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已经不是朱子之家格言，是透过了每一个人跟他的孩子孙子之间的语言，他在变化。所以我这次用到解言，就是我们以为解言很容易，就是说好宣布解言了，可是那个东西是非常表面的。可是根深蒂固的东西，我会看说这个身体是不是恢复了他的嗅觉。我们有很多嗅觉记忆，我们有很多触觉记忆，比如说我跟我妈妈触觉记忆非常好，她常常会抱我们。那甚至到我年龄很大的时候，我妈妈会说，哎，你趴下，我好久没帮你掏耳朵了。你知道这个触觉是非常不愿意让别人碰的，对，它是非常跟性有关的。可是我跟我爸爸从来没有什么接触，所以我很怕我爸爸，就是尊敬而怕，那个敬畏。那我是觉得今天如果你用身体观察的话，
台湾是不是这个部分已经改变了，就是说我们可以有更多身体的靠近拥抱，对体温不恐惧。因为西方比如说你在法国的时候，我们 embrasse 它是触觉的，它有很多身体在接触的东西。对，可是在我们的文化里，握手都是西方学来的。像我在法国显然是太保守了，女生这样子长起来很惭愧的。我喜欢出国去，我在美国就变成身材很好，因为美国都是大胖子嘛，意大利更是。然后在法国呢就变成很保守。回来谈一下啊，为什么一个人在身体里头，他对他身体的逃避会影响他自己 ？OK， 你谈到了几个文明的比较，但你想破解他要解严，那解严总要有一个理由嘛，对不对？因为这个严格的限制跟它的解除本身，它到底对一个人真正产生的影响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常常讲心理学就是刚才讲 echo 啊 narcissus， 它其实还是抽象的。我觉得你到最后你就是观察身体本身，就这个身体能不能自由，或者说他对别人的身体的好奇偷窥远大过于对他自己身体功课的探索的时候，其实他根本没有解严。那你慢慢会发现我们的媒体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有苹果日报就表示台湾没有解除戒严，我们的媒体也是如此。对，是这个意思吗？把那个重点从自己身体的功课转移到对他人的偷窥，对他人的偷窥跟诽谤，跟诽谤。 OK， 我觉得那个问题非常严重。那这个你如果看到法国，你讲的对耶，因为其实这种小报最受欢迎的意大利，也就是英国、香港、台湾，对不对？在美国小报很不是那么受欢迎，在法国根本没有人要看。你继续说，小报，小报在我们这里有啦，也有啦，可是小报在我们这里成为大报。我说没有人要看，就是它就是小报纸 People 这种杂志，影响力没有那么大。对，不像我们在这里变成最 influential media， 它大报就Le Monde，它绝对是规规矩矩，它有它自己的要探讨的大的事件，它不会在琐碎的东西上。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整个文化里能不能能够突破一下，能够超越一下，我觉得有点太久，就从政治的解严到现在怎么会拖这么久。我们也一直期待说这社会不会很快变，可是那个文化的威权个性比我想象要严重的多。文化的威权你要不要讲清楚一点，到底对个人的影响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政治威权很容易看到，文化的威权就是他会觉得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是一个文化。可是他透过这个文化他规范你的身体的时候，你是非常难对抗的。其实我一直读《红楼梦》里面，《红楼梦》像贾宝玉的父亲就是那个文化威权个性非常强的人，可是他自己完全不自觉，因为他觉得他非常爱孩子，他永远在帮助他们上进跟走向正道。就是一个小孩生下来一岁抓周，他就要测试他说他将来要做什么，他就在桌子上摆满了东西，有官印，有毛笔，有算盘，他希望他儿子抓到，他儿子都没抓，儿子跑到很远去抓女人的钗啊、环啊、什么祭奠粉饼啊、什么东西，他爸爸就拂袖而去说将来色鬼无疑。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文化威权的可怕性，才一岁的小孩已经用这个东西来决定他是不是将来走正途的人。可是文静知不知道台湾现在还是在玩抓周，就是他还有很多抓周的习惯。那到底要怎么测试一个一岁的孩子的将来？我觉得贾宝玉抓那个东西其实蛮好的，因为他可能变无极刚，他可能做发型设计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行业这个东西的限定在威权当中，因为父亲觉得他觉得对，因为你就要做官，读书跟做官。那这个东西是我们今天恐怕都不自觉的，还在用这个方法在重复对一下。我刚才学生送我来，我问他那个女儿现在大了，他说对，已经读大学。我读哪里？他说读体大。我说啊，体育，台中体育大学。我说玩什么？他曲棍球。我说哇，太棒，女孩子。那其实你还是觉得为什么我会讶异，因为我觉得跟我理解的那个教育好像不太一样。可是我就很高兴说这对父母
他让孩子去读体大，去他说我们曲棍球在世界上常常都是输了，因为我们冰不够多，雪不下，雪冰不够多，可是他说他很喜欢，他就打。那我在想，我们的解缘必须从这样的东西出发，就是我们不应该去干扰他的选择。可是你常在旁边，连小孩子画画，父母就说你应该这样画，我听到太多次这样的东西。我可不可以这样把它诠释一下？第一个是说，如果这是一个做创意设计的人，他自己本身连面对他自己的身体，或者说他永远都是 echo 或是 narcissist 这两种概念啊，那他本身其实是不太有能力 breaking through 他对身体里头的一些禁忌的话，他很难 breaking through 他的创意里头过去的人给他的各种限制。你会这样说吗？会，我觉得我们其实在回避这个身体，就是我长大的过程里我不太敢面对这个身体，所以后来在美术系我常常要学生在镜子里看自己10分钟，画一张自画像。那他们的手的技巧非常好，可他在面对镜子的时候，他看到的其实不是技巧，他忽然发现他可能从来没有这样子认真看自己，看久了会怕。等一下，你们曾经在镜子里认真的，可认真看自己会不会变成水仙花？好吧 ，OK, forget about it。你们曾经认真的看自己的身体，它属于你哦，它每天跟着你哦。曾经很认真的在镜子看着你，而不是穿上衣服，觉得我的配件到底搭不搭，给别人看起来到底对不对？不是这样哦，就认真的看自己的人，麻烦你举手好吗？认真的看过自己，都是前面老先生老太太，后面你们都没看过自己，他们的身体都没什么好看的，你们后面好看了为什么不看？这样子不好意思啊，开你们的玩笑。你们后面同学都没有认真的看过自己吗？你们难道不知道这是你们此生最美的躯体的时刻吗？你们将来到了50-60岁，你们再看自己身体就只好当 echo 这样子，就来不及了，连 echo 都没有了。对对对，这是我意思，你只好躲到山洞里头去了，就对。OK, 为什么你们没有认真看自己的身体呢？包括男的，包括女的，这样。有趣的问题哦。为什么没有？蒋老师，你有吗？现在有，我也准备努力的画自画像。我觉得林布兰特。2000年的时候在伦敦，我看过一个非常感动我的展览，是 National Gallery 国家画廊，他们为了庆祝进入千禧年，他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展览，就是从全世界各个博物馆借林布兰特，荷兰最重要的画家，23岁到63岁的60件作品。我就看到那个展览里面一个英姿风发的身体一直到老，而最后感动的竟然是那个老年，就是那种苍凉，他最后一张有一点回头，好像淡淡笑了一下就走掉，真是惊人。就是我到现在都跟朋友讲说，纪念千禧年所有的展览里最让我感动是这个展览，就是林布兰。其实这次 Lucy and Freud 的东西是从林布兰特下来的，他就让你看到说这个肉体，我们夸张他的精神性，如果把精神性拿掉，他剩下什么？他要面对那个问题。在林布兰特一生的飞黄腾达过了以后，两任妻子去世，很多孩子比他更早死掉，他最后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那个人生的荒凉，可是真是了不起的功课。好，我想请问你该怎么在镜子里看自己？因为多数的人在看自己都说，哦，我这里可能多了一块肉，哦，我那里可能胸部太丰满或是不够丰满，哦，我这里的线条哪里不太对劲。他可能不是在看自己，他是在看一个他认为的模特儿应该有的一个标准角色来看自己。什么叫看自己？我讲一个故事哈。我在高雄带过一个画班，我从来没有带过画班，那是唯一的一个，他们叫白画部，就是他们都不会画画的，就是里面有各行各业的人，那还有一个是很重度的从小的残障，
就是一直是轮椅这样。如果我们在二楼上课，大家就会把它抬上去。那我第一个功课是说，你们不会画画。我说，其实我也不是很会画画。那我们第一个功课就是回家在镜子里看自己的身体，然后把自己画下来。哦，我那个时候一个月去一次高雄，那再下一次，很多人就有的还特别去做一个发型，然后画自己啊什么。大家就是一个一个介绍，然后到他的时候，他就说我没有画。那我说，他就等他要讲什么，他就说我家没有镜子，我从小不看我自己的。那我们都很沉默，那个空气的压力，就大家都不敢讲话，因为那么重度的残障，你也不知道怎么办。啊，我就说好，没关系，我们就继续上课。隔了几个月，有一天他忽然说，老师，各位同学，我画了我自己，你们要不要看？我们也不敢不看。就是你会发现碰到身体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紧张。他打开的时候，好多人当场都掉泪，就是一个裸体坐在轮椅上，然后底下那个脚是完全像那个树枝这样卷曲在一起。我到现在都觉得那一个刹那好动人，就好多人去抱他。那我的意思说，其实我们是各种不同形态的残障，我们也不敢面对自己的身体。就是如果我们，就如果他可以这样面对身体，我们为什么不敢面对我们自己的身体？所以我觉得那个残障已经不只是他的外在我们看得到的残障，而说我们真的各种不同形态的 echo， 我们自己把自己关闭起来，我们不敢看。所以你刚才问大家要举手，我就知道没有几个手会举起来。因为在美术系我们常常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有八个小时要画裸体模特，然后你总觉得那个学生怎么那么认真在那边画，晚上两点钟还在素描教室在那边磨，可是没有感动。就是为什么那个请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身体在你面前，可画出来像石膏像？我一直在想问这个问题。后来我就问他们说，你们20岁，你有看过自己身体，有没有觉得那个身体让你震动？不只是美的问题，就是抽搐痉挛，因为你这是你的身体。结果大部分人没有。我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美术史上从日据时代就引进了很多画裸体模特，可是我记忆当中没有几张模特让 裸女画让我感动。那为什么？其实不是技巧，是说对那个身体的欲望纠缠没有出来。像罗丹在做丹内的时候，他不是在做丹内，他做卡米尔，因为他很想进入他的身体，可那个身体跟他有纠缠，所以那个身体太惊人了。那我们没有诚实的面对那个东西。那如果没有，他当然没有美术啊，他有术了，他没有美，他就是油画的技术、雕塑的技术，可他没有美，就是美要让你抽搐痉挛，就整个胃都要痛起来了，看了以后。那到底我们终于可以抽搐痉挛，对我不是从物质讲述有什么好处？它可以打开我们什么？它把很多很多自己不知道的压抑解放掉。我相信这个坐在轮椅上的，后来他完全好，你知道他放肆大胆，然后上四楼到我家到四楼，他说你们抬我上去，然后别人就抬着他，然后就骂他说你要人家抬你，以后可不可以不要那么胖啊？这种对话都出来了，就是说大家自在了，你就接受我就是一个残障，然后别人也就你就是残障，然后开始没有伪装。所以如果一个胖子敢穿比基尼装，就表示这个人解放了吗？ Is that a good question? 对不对？你觉得呢？一个胖子，一个年纪很大的人，你会穿比基尼装吗？杨老师，你呢？你会穿比基尼装吗？我想伪装跟不伪装之间的比例是一直在调整的。我自己觉得说他一直在，比如说高美馆展览看完以后，我又往好的地方移动了，可能有的时候又会退回来，其实他不是绝对的。可在这个社会里，我们就本来跟这个社会对话，我们所有戴的那个假面什么时候拿掉，拿掉要多久，什么时候又会戴上去，我们一直在调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社会需要假面具，对不对？因为你在社会有一个假面具，你会比较安全。可是就像你刚才所特别介绍的，
一个不把他的翅膀飞到让他掉下来的人的人生，只是求其安全，到那个人生有什么意思？父母在不远游，差别好大，真的。如果一个文化里面的格言跟另外一个 Icarus 的故事，会形成两种完全不同的青年文化。所以一个是鼓励你冒险，鼓励为你的梦想去奉献。就是、冒险里面本来就有很大的危机，有死亡，有痛苦，然后他没有阻挡那个东西，就是我们把在安全的理由底下把很多东西阻挡掉了。所以有时候觉得到这个年龄还很想再年轻一次，因为你没有年轻过，你没有做过 Icarus。 所以那个 Nick 去纽西兰高空弹跳就一直给我打电话说你要不要来，我都很生气。那江老师，你真的不用，你不需要做这种运动极限，你只需要穿比基尼来我们这里上课就可以了。OK， 这你绝对可以活下来，只是你能不能面对你自己的问题。我的学生很坏的，他们常常就故意这样刺激你，因为那个会死掉，这个不会死掉，两个支架就完了，对不对？因为你有心脏病啊，你这个一冒险跟极限运动是两件事。所以很多事还是年轻时候去做吧，年轻时候就该做的时候就去做，年老也可以做啊。他限制真的比较多，可他可以有很多事永远没有限制， such as 我一直跟你讲的比基尼，一直逃避你是怎么回事啊？对，张老师，那个每个人都对你好，最近只有我敢这样对你讲话，对不对啊？但是你很开心可以这样被问问题吧？我那天看到一个老太太这样不敬，她在我知道她八十几岁，我们她比我年纪大，然后那边绑了绷带，我说、哎、你摔跤了，你 不可以随便摔。她没有，我去学那个芭蕾，就后来这样撞了一下，她就我就好棒哦。她去学芭蕾，她当然不是要上舞台，她就觉得我要学芭蕾，我想去学芭蕾，就绑了一个绷带。这是我最近听到比较快乐的故事。OK， 所以再讲另外一个层次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都这么需要在这个社会里头被某些东西抓住，我们很不自觉的其实就会戴假面具，对不对？然后这个假面具里头有各种形形色色的假面具，包括我们就会欠缺创意，包括我们很害怕独立思考，包括我们恐惧 different opinion， 恐惧异样的眼光，跟别人不一样，恐惧异样的眼光，而且同时我们就变成一个非常没有包容力的人，我可以这样讲吗？你觉得？它是一连串的，是一连串的，因为集体的我们都是一群被绑在一个框框里头的人，然后我们自己这么认真的遵守这个规定，你凭什么跑掉？所以我们其实对那样的人既想毁谤他，又嫉妒他，又攻击他，所以那样的一个社会其实是没有独立思考的，他根本其实是 也没有办法进步，也不会进步啊。我觉得我到欧洲我们读书在课堂上很明显就感觉到不同，因为在台湾我们大部分老师说有什么问题都没有问题，其实问题多得不得了，可是都不会发言， 也不要表达意见，不要表达，尽量跟别人一样。我到巴黎去读书的时候，我觉得好有趣，老师丢一个问题，所有人就抢着举手，然后那个问题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好幼稚，这种幼稚问题也要问。可是我觉得后来我发现是自己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不可以问？他当然可以问，然后从那个幼稚的问题开始探讨下去的东西都是我没有想到的。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好容易嘲笑别人说这么幼稚的问题也问，我一直要等到那个问题很语不惊人死不休我才让它出来，可是永远那个问题也不出来了。我不晓得这个教育是不是到现在还是在这样的状况里面，那有多少东西是 echo 就封闭起来，它一直没有办法出来。我们真的在那边读书的时候，老师丢给我们的作业我都觉得这么笨，这么 stupid， 怎么会出这样的问题？说，请你发表一个意见。这个下个礼拜来的时候，关于法国的女人裙子长、跟裙子短、跟执政党的关系。我们觉得好神经病出这种题目，可是下个礼拜来的时候讨论的时候，我觉得好精彩。
那个长裙、雪纺纱、荷叶边袖，大部分是保守党执政。那个短裙走得很快，就是跟激进党有关。他们就是用很多你异想天开的东西，忽然把你很多的思维打开。那所以我觉得我身上有多少的包袱，我自己其实是不知道的。我以前有注意到一个连结，就是李登辉竞选总统的时候，你们都还很小，1996年，可能很多人才刚出生，还没有，或是还没出生。他竞选民选总统的时候，口号叫做大建设，他说全台湾都在卖魔术胸罩，你知道吗？魔术胸罩就是就紧身衣，把全身都绑起来。我就想说奇怪了，为什么满街都在卖这个东西？那看起来从女人从绑小脚到把身体全部绑起来，那可能可以把一个女性的身体衬托着很立体，可是脱下来她身上全部都是勒痕这样。然后那是那个时候的政治口号，叫做大建设这样子。这是题外话啊。那回来问一下那个我们各位在座还有一些朋友们啊，你们今天都特别来听蒋老师演讲，然后也听到他的美术史丰富的知识，从西方到东方，然后谈到你个人跟你身体里头的关系。那其中那一幅画呢， Echo Narcissist， 它其实是心理学里头非常重要的。我们常常大多数人的 personality 是这两个东西的不断的交错，对不对蒋老师？我们在或是在性别里头有一个就是 Echo， 有一个就是 Narcissist， 或者是说我们在某个角度我们会是一个 Echo，或是在某个角度我们就是一个 Narcissist， 它是不断不断的交错的过程这样啊。那我们现场有非常多的人，我先想请教高美馆的馆长李玉玲。 OK， 你现在高美馆做一个这种跟 Nude 就是裸体有关的展览啊。那如果我们上面有麦克风，蒋老师客气，蒋老师可以下面有麦克风可以给他。我想请问一下李玉玲，就是说如果你同时做一个展览， If你不只是因为你知道，咱台湾人吼，你若去国外去照足侪裸体回来吼，人为裸体不要紧啊。好，假设你同时做一个另外一个展览，这个策展就是鼓励高雄市民跟很多小朋友，就是市民的裸体绘画，每一个人画下他的裸体跟他想象的裸体。裸体进来可以不要买票。裸体进来可以不买票。对，如果裸体进来不要买票，对对对，这也很好。或是他画他的裸体，你认为你在高雄会遇到什么问题？你应该会下台吧？我会被打。玉林海，你的看法？我觉得这好像不是真正的问题哈。为什么？嗯，因为你不会做这个策展吧？事实上我们同时有做了另外一个策展，是从我们美术馆的典藏里面，也是有点跟这次的这个艺术史的这个对呼应，事实上是有做了一个从我们典藏品里面做了一个。可是如果你去非常鼓励，你知道高雄本来很多男子就常常打赤膊，他也不管他自己长什么德行，他也不管他自己是中年男子，他就打赤膊，搞来搞去，搞来搞去。如果你很鼓励当地的人，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小的，都去画自己的裸体，而且做一个策展，你觉得 会发生什么事？变成一个伟大的运动。是啊，对。我觉得高美馆很棒，因为他下一档你们一定要去看，他要做刺青。刺青。那我们今天也建议他，所有刺青的人都可以打八折进去看。刺青的这个绝对没问题，裸体的这个我们回去研究一下。他很客气的讲这件事情。不过我觉得那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画自己裸体的这一件事情，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有想过。嗯，我曾经做一个艺术展啊，就是最受欢迎的，我们那是乱七八糟的艺术展，就是跟民俗结合的，所以乱七八糟就是什么东西都有。结果最受欢迎的是，因为刚好现场有一个防空洞，然后大家说要干什么的，每个人都不晓得该干嘛。有艺术市场的，我说不太啰嗦了，台湾就是一个很虚假的社会。我就说那个防空洞，我们给它上面都凿一个洞，然后呢，那个洞上面呢就贴一张粉红色的透明纸，然后就叫有一个女的，她是剧场的一个女性的演员，穿肉身的紧身衣，
然后在里头走过来又走过去。我告诉你，所有的艺术展览都比不上这个。每个人通通都，他排队排好长好长好长，还有人爬到树上去想偷看他，然后就掉下来，这样子哦，就变成社会新闻。What that's？ 你看，就是您讲的偷窥嘛。那时候我讲是1992年的。我小时候被骗了很多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一个帐篷里面说，什么美女蛇身的什么，然后你就交钱，也排很多人去看，就根本就假的。真的、哦，很多这样的东西，可是那个很奇怪的偷窥，很想去看到底什么是美女蛇身这样的东西。嗯，所以我们现场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大家有什么意见想要特别发表意见吗？有没有现场没什么来宾有什么意见？来，你要讲话来。他每次都是我们这课堂上最有意见的学生。That's great。其实像张阿姨从文学上的话，他就像那个什么科技部啊，或者是托尔斯泰的做法，其实他都是用那种什么人性上的看法。哦，我是说他是用人性上看法，而且他是用的是历史上的背景来说出他自己的本身的故事。哦，我是欣赏张阿姨的小说。哦，谢谢。好，下一位，还有没有什么人要发表意见的？来，后面这位女性。你给他麦克风，照片绝对不一样。你给他麦克风，照片非常不一样啊！照片非常不一样。你的意思是赞成还反对？我也是觉得像刚刚那位女士讲的，我觉得这不是个问题。你觉得你个人在身体上有没有被压抑？我觉得好像看起来很自在。两位教授在讲的，就想说释放，释放可能就是一种心灵上一种层次上的释放啊，不一定是在物质上来表现，不一定是要你用什么方式的表现，是一种心灵上的释放。张老师，你的看法？我们有时候把心灵跟我们认为物质的肉体分得太远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出了大问题。我自己觉得我受的儒家教育很大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讲的心灵上精神层次的东西，不去面对它肉体上所有应该要面对的动物性的部分。比如说希腊里面这个身体是有动物性的部分的，那这个动物性的部分如果你长期回避它，你最后以为它不存在，所以最后那个精神可能会变成假的，因为它好像至高无上，可是它其实很不真实，就是它也不会抽搐，它也不会痉挛，可是我们身体就是会抽搐痉挛的。非常谢谢蒋老师。两件事，高雄的裸体 nude 这个展览到10月28号，没有记错哈。 OK， 我记得又比林老师清楚。下一个刺青更棒哈，10月28号请大家去看高雄的这个展览。第二个，非常感谢蒋勋老师，风尘仆仆，身体不是很好，还跑来我们这地方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演讲，请所有的人给蒋老师最热烈的掌声。第三个，郑重声明，我们这个讲堂没有任何镜子厂商赞助我们，感激，谢谢，谢谢，拜拜，拜拜。